非常精彩，真的是演唱会。我听到了这个雅婷唱的侮辱啊，我整个外套都脱掉了，我动不掉。你这个侮辱会让人动不掉。然后今天只有小小的紧张啦，真的是紧张了。所以呢，有很多的这个小细节，譬如说小音准没有那么的到位，就几个音呐、啊、但是好有梗哦，那个。尤其你们跳的那个 cosy， 我觉得太漂亮了。然后，可是我建议你可以更嗨、更放、更嗨的话，这首歌的分数会更高。因为我已经很欣赏你的歌声了，你的歌声很好听，非常好听。然后这又不是你的母语，可是你可以唱到那么的有 cosy、有板 y， 我觉得非常棒，真的展现得非常棒。OK， 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雅婷。那个听你唱歌呢，就觉得就是你还是会有一些让他感觉不够尽兴，你可以更放的感觉啊。就今天这一点有点可惜啊，因为你们一上场那个带给大家期待感太高了，啊。